开发了好久好久的 The Dust Guardian 终于再不到一个月就要正式登陆在 PS 主机上面咯。而上周呢也公开了最新的关卡试玩影片，看着托尼口毛茸茸的可爱模样，真是等不及想跟他一起冒险了。赶快来看最新影片吧。让老玩家等待了七年的食人巨婴 Tolico 总算要在下个月发售的 The Last Guardian 中登场啦！在本作中，玩家扮演的少年主角将会和 Tolico 在奇特的神秘岛屿进入一场奇幻冒险。在最新公开的试玩影片中，可以看到主角与 Tolico 穿梭在高耸而且充满未知危险的遗迹中，有些地方需要主角爬到 Tolico 身上，靠他跳上人类到达不了的高台。有些机关则是需要两人分开行动，主角先把开关设置好，再靠着 Tolico 的力量打开通路，就像上田文人制作人之前的作品《汪达与巨像》和《Echo》一般，玩家绝对会深深着迷在《The Last Guardian》里那个静谧又充满魅力的遗迹世界里。看着主角在超级高耸的遗迹爬上爬下， Aris 的手心都冒汗了呢。等12月6号发售当天，我要跟 Tolico 玩耍一整天。